小许，我以为你闹腮胡哎，没想到你长得很帅哎。清德，我是就刚刚看好不好？来，清德，转弯泡面。张老师等你来哦。没有了。张老师等你来哦。要这样。来，冰卷呢？这很贵呢，不要哈。好，来。没有了，没有不够，拍谁哈？够的话我一定会处理，就不够不公平，我是送一个人，别的人就我哪边不拿？对不起，娃娃再说，你刚才娃娃再说，继续说。你手里哪里看敢看车啊？来啦，上场的啦，这是重量包的哦，都不邀请用上欧林啊，我这才对啊。这里要啊，只有四位，各位来1000块，两个。吃那个特色是点个啥？1000，两个啊！多厉害！哦，对，哦，我要送鸡来给他们，来送给你。这包我不卖了，真的1000块买不到遮盘哦，我是不是开玩笑的哦？你努力款了怎样？谢谢，可以的话早一点来哦，比较精彩，东西比较多，因为早场哦，大概2点半的时候，我们会跳钢管在这里跳。哎呀，所以你看他来，我很漂亮，哇，温暖。来1000，送给你啊，哎乖。你看钢管呀，三块钱，后日摆两间房再来看。这个没有了，少一盒。后面没有了。没有。刚好。4个呢？4个。4个啊，就4个。5、4个，来三猪肉，再送一只给你们。这不是老鼠哦，这是三猪哦。妈妈，阿婆。老鼠。他这边打好，来鲍鱼来。啊，你好，美食会掉下来，谢谢。来1000龙华呗，五条全部。给等你妈妈压的哈，来上两包，上两包，那就包我来。来，二啊。剩两个人客还袂出来哦。清德。不要那样，来第一个，这个都是同价钱的，来，让你挑哪一排？你选他哪一排？这三个你要哪一个？第二个，这个哦，来第二个。我要鸡，我不要虾，我要鸡。你要鸡，你不要龙虾。我不要虾，虾你丢虾。好了，好，这个给你，这三排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来，全军人管了，大哥。一样的而已。哎，签名，你们对管。好，来龙管哦。起来，最后一个1000块，哇，请嘉宾一波刷五元，请后面也掉，交完回。来。我打好的。聪明。来。第一个拿钱的就是，来，都打哪里去了？都放到柜里。上家呢？哇，马上来哇，呀，我还想挽回嘞。我起来。我是大哥。我是大哥。来，好，纯洁让给你啊，来1000块。好，我知道。那个，来，一样哦。有人刚进来的吗？有人刚进来吗？第一次看到这个千元标的，有人刚进来的吗？哇塞，来哦！有人刚进来的吗？有刚进来的打加一哦，我看一下。有谁是刚进来刚好看到这个千元标的？打个加一让我们补上去嘞。青菜了啊！别掉这是单子啊！要今天弄个叔叔下去啊，那个懂吗？凌晨船，我好像看过你。上次那个凌晨船是你哥哥吗？哦哇哇！我布拉布，你最好第一次看呐吼。我明天再来给你，我问完再来给你。过来，谢谢。哎，你现在都脏啊！你把我穿鬼的。哦。来，大哥，谢谢。来，黑鸭太太哦，来啊，好嘛，好嘛，来。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
唔免讲八四八套，来300块。系啊，而且200块都有，今年四个月的时候有十块。哎呀，你帮咩来啊？来，蛤蟆先给你来，谢谢哈。好，拜六礼拜日来，七早来哦，嘿。来，再卖掉咯，蛤蟆来，哎呦，他给三两面拢赚着。刚才哈、哦、那些打加一的、啊、那些打加一的扣掉一些老屁股，例如李同学啊、吴拉文啊，还有一个沉船的哈、哦，还有一个谁？聪哥，扣掉这些人哦，都帮我加一哦，啊都帮我订阅哦，都帮我订阅，因为你们一定还没订阅，因为你们刚第一次看的话，一定还没订阅，都帮我订阅哦，谢谢。老板，来订阅哦。建中，拜拜。来了吧？怀疑这种食材？没有，不用怀疑，不用怀疑。那绝对是品质保证。那么来四个而已，没有了，下次来等大伙你最好猜。谢谢，没有就是拿来赔钱的啦，让客人爽的而已。野生白虾，不用怀疑这种食材，真的不了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没情况。最好结了，爸爸上来了，我爸上来了。自己发的，啊，发来的是沙发，要这样吗？需要吗？下次烫一烫就好吃的。来红梅果八杯七八。老板有帮忙杀鱼吗？没有，现在没有。红梅沙发，凤螺300块的沙发，沙发，沙发，哎呀，不够，有的不爽吗？有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不，哎呀，来沙发喽，300块的。做工的迄种客台啦，很好。来三八，来红的，有人要吃无？来招一个来三八，来来来，好，好臭的啦。李署长在在看啥？李署长在在看啥哦？你别话。喂，你别话。来三八都。来来来来，你三下买买都。没有啊，没有。天啊，因为好下着。他卖你的鱼都超过2000块啊！你花200块给人家杀一下也可以。一人一半红的，给等于杀，给等于杀。来，李亚龙，你们杀，来200块。我希望哦，来凤龙，来200块。刚才都是300的顶梁，不是200啊。来，最后两个鸟。来加起来。最后几个鸟，吃不完你给它放冷冻，不会坏掉。这边不是有一包了？来200，纯金光两个。来300，找你500的。对啊，姐，两给红梅200。最后一个客人来200块来，200的。通通备了哦，家己先唔爱看人，用别通啊。来，我准备请哪位来宾呢？动作快啊！干嘛？来，阿妹吃玻璃来，全部玻璃啊来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去后面我老爸。来200块来。如果有很多的啊，先冰了。你回去就要赶快杀一杀，再冰了比较好。这样去爸我来去爸爸，好啊。五桌碗100块。凤碗100块。得了哦。谢谢，综合鱼板100块。好来，感谢。来，鱿鱼两百算300块，一条片200等于几啊？来包鱼，我最爱吃饭啊，都包鱼。还有一个外传，200、300够少的，这枕头都在一样哦。无啊，两个人给你，来200都。没有了，2包哦，不是一包哦，200下去了，你们还要什么？七包俩，这样7包记下来，7包都。100块，试试，快点，要收了。还有一个外传，买不上架。好啦，阿伯恁该上好，不我随便，阿伯买好无啦？没有啦。来鲍鱼了，鲍鱼200块得，没300哈，来200块鲍鱼，切皮切的来200、300包的，来4包的，所以你今天没有要买啊？他是来玩的，鲍鱼来鲍鱼，200块，二人要吃鲍鱼不？你到底有想要吃？来300块嘞，鲍鱼，哪里？来300，红龙，两对，我会请你来收。来4对，来5对，7对，然后来6对，6对300，来7对300，来8对300，来9对300，来10对300，来几呢？这个本来我一条公筷来300公，下面平，
挪威的面饼，第六十五，来三百，阿姨要吃面了，来五块，来六块，七块，来八块，九。我爱在。三百块。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没有，三千一百哦。没有，我就是惊少，惊多唔在少，我就来三百块，最后一个人给三百块，拢当买了的七零天，来进攻吧，三百。两百块来招前面啦，一万公分。啊，这个做伊啦，三百三百八无啦，来两百就好，两百就好。来两百咯。一千八了，来恁两个买买啦，来五块两百咯，两百块啦，七块多。完了都中枪嘛？不是，来两百弄我啊，谢谢。来，红梅三百春节盘，啊，你今日要红梅无啊？对不对？春节盘要包，唔免三百，大你讲咩啊？以后两百块来啦。哈，来红烧牛腩来三百，吃小嘴来，再一包你来三百。姐，牛肉来过来了。中午啦哈。牛肉来过来。好，来两百块，姐妹啦。来冰淇淋我放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你们要什么自然就休息了。来我放，来三家的，冰淇淋，来七家的，谢谢老铁，来七家，来我让我你来，我放好了，来了哈，大哥你要吗？切一切就好吃了，冰淇淋，几家全部去吧。这些的啊，这些七千人加起来。好了，感谢各位礼拜六、礼拜日再相逢啦，拜拜，谢谢谢谢。我还没有啊，谢谢各位，哇哦，哇，还要去？三盒没盒装的，有，还要去？一盒三百，两盒五百。来来来，啊，一盒两百五了，好了好了，一盒两百五。两个也可以的。真的吗？那两盒吧。没电了。二十盒也可以。前面有带很多，没关系呀、啊。你要来收蛋呀？牛腩剩一包的款哦。两包啊。哈哈，剩一包，你等我去准备证明。来五百，谢谢。我还没有收播哦，那个还没订阅的赶快哦。我就是缺订阅哦。就跟台湾缺水一样，很缺哦，超缺的。看看。注意啊，今天哦，过来，你别浪塞啊，来啊！白眼，休息啊！你也给汤哎，没有鸡汤啊？我都给汤没有喝过的。休息啊！你看你的眼神。不是啦，那里它已经有那个香草的猪排，对，而且水，外面还要八九十。要怕火，它放的也好吃，放的比较硬啊，热的比较软。真好笑，可以的，啊，你手也球那个，好好笑啊。没有啊，阿满弄个球嘞，我故意的啊，我就看他这个脸。他看到单价，他看到的时候说：“哎，这个我想要卖这样。”对啊，王大哥啊，王大哥哎，好，哎，剩两百块，剩两百，没有骗的，剩两百块，还可以加油哎，还可以帮忙。下罐头，哦，花了六千，你买。你看你，目前也快了，可以讲龙。哦，这是不行，可以讲龙五班有下。去台北出差了，你家可以加十六项哎，可是我都是可以为龙虎班十六项，可以啊，吉祥路哦，没有了，可以加一百了，可以。
来，让你们看一下今天有谁啦？文才、庄成汉、鲜明大哥。钱你要五百吗？钱。叫文才来。哎，对了，文才，伊个要一只，伊个要一只蒜头鸡呢。我拄好我刚问伊讲无啊。无啊，无啊哟。无啊，你甲讲无啦。无啊啦。恁去大，你要叫文才安怎？无，这个够够贵。这是刚轮吗？就在那个嗨，为了这样跑一趟划算吗？那你要他怎样？你要他帮，你要他帮红豆看手相是不是？同学有钱。已经哎，今嘛今嘛，嘿 ，Water Brother， 嘿啊，你抢啊，文采。嗨。李工哈，你今天来特地来这一趟，就这样子划算吗？划算。啊，要怎么讲？你要帮帮红豆看手相，为什么他会感冒啊？小员工。哈哈哈哈哈。嗯，因为划算，对吧？啊，你无叫我踮边啊摆迄个单位。我这样来看笑笑就划算。哈哈哈哈哈。OK， 大姐。你等一下，你报告，你知杨宝贝，我唔知哦。刚才是你用手机吗？是啊、哦。这就是另外一个苏仙女，小苏仙女。你有看到我吗？他。又沉思两分钟。不好意思了哈。啊。哈哈哈。文采太胆小了，没有什么后戏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看。哎，我唔加了无啊？我加不了，我加不了那么快。来。不好意思。来。哎、欸，也不去说，哎呦，你为什么感冒啊？需要什么啊？好，来小心哦！哎，大家哦，大家那个谴责，谴责 ，Hello， 嗨嗨，加加加加，不会累哦？会不会累？不会累哦？哎哎。好啦，文才不演戏了，我也不。好演戏。呀。好演戏。你比五四三二一，来。好。五、四、三，哎呦，二、一，好，我们就在。苏仙明的小女儿说：“五十三一中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啊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拜拜，拜拜。”